2月13日下午，据某媒体爆料，近日胡海泉与一白衣女子在酒吧嗨玩，还在街边上演逼东戏码，随后两人一同现身小区地库，回到胡海泉家中，直到第二天该女子才叫车离去。据了解，这位女子在酒吧工作，在四合院和别人一起合租，之前胡海泉被曝隐婚多年，此次被拍和嫩妹过夜疑似出柜。15日胡海泉回应表示并没有新恋情，由于我个人行为的不严谨，给自己真正爱的人，我的孩子和家人带来了本不该有的困扰和伤害。此前传胡海泉隐婚有一儿一女，该回应一作是传闻，关于胡海泉的婚姻状况一直扑朔迷离。2014年有媒体报道胡海泉隐婚多年，早已儿女双全。2015年又有媒体爆料胡海泉和隐婚妻子办理房产变更手续，疑似离婚净身出户，但胡海泉本人针对这些传闻并未正式回应过。